方出手，在左半边方向，这个球在界内要落地形成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顺势一回来，二垒上的跑者也绕来三垒，接连的回到本垒来得分。这个球找上了后面游击手，滑下来接到再传一垒、，nice play！ 哇吼，张志强这个球怎么接的？也跑着走，再传到二垒这边来 ，safe！ 王威成本场比赛第三次的盗垒成功啊！